市道差，不少大学生毕业之后都想考政府工，贪佢系铁饭碗。我哋亦发现多咗声称教人考公务员嘅鸡精班，喺社交网站招揽学员，教授多数都系前公务员，仲以贴题准，兼有现职公务员分享心得做卖点。呢啲鸡精班几乎系零成本，例如会去城市大学霸课室。不过教授就每季收学员500元，组织差唔多150人，以一年计，教授就差唔多代成近30万。教授自称大师兄，曾经做过消防员，仲要求学生好似纪律部队咁 ，yes sir 回应佢，非常之骑呢。不过佢哋上堂就非常认真，好似小组讨论嗰阵，有学员就会扮成考官，批评其他人嘅表现，就会激动到讲粗口。500元上一个鸡精班。大家唯唯唯咁去学习，有冇效就真系见仁见智啦。